三掌柜，找我啊！王嫂，来来来，哎，啥事儿？拿去，你拿去啊！我的发财的大大的，你的委屈的大大的，不要让大掌柜、二掌柜知道了。 怎么，王嫂，你的嫌少？哦，统统得拿去。啊，不不不，三掌柜，这钱我不能要。为什么？你想想，我要是拿了这钱了，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。哦，要死！可是你不拿着它，我心里不舒服。你必须得拿着。哎，不不，三掌柜。 这钱呢，先放在你这儿，我啥时候用钱，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？啊，我的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我的明白了。存里的我阿西塔，哎，阿西塔，阿西塔，太君，请。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？小老头。 你狡猾大大的，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？太君啊，告示我看了，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，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两里地嘞。啊，不对，什么一里地两里地？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，就不准有房子。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？阿格雅鲁，给我拆！你们住手！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？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，想盖仓库。 你们这些王八蛋，我给你们几亿！开！爹，放心吧，你的仇，我今天就给你报。 杀人！亮子哥，亮子哥，亮子哥，这仇等我跟回来再报，行不行？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，我等他干啥？让开！亮子哥，不行，亮子，亮子，站住！洪哥，你要去干啥？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，我要去报仇。 就凭你一个人，嗯？你不是送死去吗？松手！亮子，松手！你松手！你想过没有，杀你爹的那些畜生，他们是啥人？是小鬼子。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，得想办法。洪哥，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，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。亮子，你给我听清了，这次洪哥回来。 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，一起打鬼子。好兄弟，要想报仇，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，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。洪哥，那我爹的仇，你一定得替我报。好兄弟，放心，洋行的那个大掌柜，他活不了几天了。 金山，证据摆在面前，你还狡辩，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。金山，你听见没有？宋七军现在命令你，把贪污缴赴的工钱全部交出来。前有车，后有辙，我是跟你们学的。你们吃肉，我喝点汤都不行吗？ 我们吃的肉，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，全部充公了。大掌柜和我，是干净的。
干净的，哼！你们的脸是干净的，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，我这都记下来了，一笔也不少。金山，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！松崎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，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们是帝国的功臣。 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？八嘎！你是帝国的功臣，你八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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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
往上抬。过去看看。何其生财，小游戏，小游戏。三长官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去，干活去。太欺负人了，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？啊，三长官，太欺负人了。来，抽支烟。王桑，这回又是你帮了我，你得朋友顶大大的。别说这个了，咱俩谁跟谁呀、啊，都是朋友嘛。哎，好的呀，不穿一条裤子了。来，擦擦。不用，鞋底不擦。哎呀，三掌柜，你伤的太重了呀！来，起来。干什么去？我带你上医院去。不，医院的不去。马上陪我，宪兵队的去。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。天皇派你们来中国，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，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，大打出手。哼！火车被劫，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？你们查清了吗？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？你们查清了吗？哼！将来你们脑袋掉了，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？哼！你们要知道，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，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。哼！金山君。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，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。中国有句俗话，祸从口出。哼，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，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，知道吗？嗯，金山君。平时多有得罪，宋琦向你道歉。嗯，金山君，平也向你道歉，请多原谅。我也多有得罪之处，请多关照。啊，有喜。
王嫂，你要去哪里？我爹想吃红烧肉呢，这不是让我打瓶酱油。哦，找我有啥事儿？来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王嫂，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，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。哎，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，又穿一条裤子了。这就对了嘛。中国有句俗话，和气生财。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的。发财大大的，发财大大的。你这又干啥呢你？哎，我跟你说，王嫂，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，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，咪西咪西的，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，拿着。三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？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。这太多了，用不了用不了。来，哎呀，剩下的归你了。哎，用不了。哎，土木大吉，土木大吉。土木大吉。拿个主意吧。这是个好机会，咱今晚就动手。咱就一支枪，没枪有刀啊。再说了，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能开枪。对，俩人。你说啥？我说就咱俩人。对呀。哎，要不我把彭亮叫上。嗯。一会儿你去买东西，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，再看一看，要是没啥变化，我知道，我去了啊。亮子哥，你要枪干啥？这个你别问，你把枪给我就行了。枪，让我哥拿走了。真的？真的。要去干啥呀？你别管。三掌柜。三掌柜，你来了！要的那瓶酒取来了。苏七君，平野君，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，珍藏了十年的酒，今天喝了它。哎，好啊，三掌柜，怎么样？好了，要是没有别的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。啊，没什么事了，回去早点休息吧。哎，我就先走了。怎么样？好。好酒，来，我们喝了。来，兄弟们，安心的，撒油的啦！哦，撒油的啦，撒油的啦！苏七君，今后在你的带领下，我们精诚团结，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。来，干杯！不，我们办洋行，不光是为了发财。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，给了很高的奖赏，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，搞到更多的情报，支援圣战。要扩大情报网，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，要移花制花，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。对，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，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，头脑也很灵活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，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。他已经被我笼络了，明天我就去找他。哟西，来，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来。洪亮，都准备好了吧？好了，洪哥。哎，老洪，
咱仨人啊，人少点，我看把鲁汉和小坡也叫上吧。鲁汉莽撞，小坡太小。就是啊，有咱仨够了。哎，不不不，再好好想想，万一弄不成呢？这都啥时候了，还婆婆妈妈的？你要是怕，这枪你拿着。老洪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怕万一暴露了。暴露啥呀？强哥，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。洪哥，咱俩去。走。等等，我怕个球啊。走走。老洪，这家伙醒了，不好办了。别着急，再等一等。咱撤吧。不行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这样，我来办大掌柜，彭亮，你来办二掌柜。嗯，老洪啊，让我办二掌柜，我和三掌柜太熟了。洪哥，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。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走。
这枪真不错。是啊，亮子，说说吧，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？嗨，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，杀他的时候我总觉下不了手，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，我保证绝不手软。彭亮，可他们杀咱中国人，从来就不手软。他们都是日本特务，都该杀。哎，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，绝不能手软，记住了。知道了，强哥。哎，对了。你知道红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？为啥？大掌柜醒了，不好对付。哎，强哥，你也太小看我了。亮子哥，兰妮儿，你咋来了？亮子哥，你到我家去借枪，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，我不放心，我就一直跟着你啊，没事吧？哦，没事。红哥。兰妮儿，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？对啊。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，啊！记住啊。嗯。强子，该上班了。红子，哎，老弟，来来来，炼胶这活啊，头把火很重要，温火炼胶，烈火炼钢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哎，怎么还不起来呀？我去看看。哎，老弟，嗯，你别去了，我去叫他。好。哎，咋还不上工啊？咋回事？老红，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。啥不踏实？后怕了？我琢磨了一夜，
要不我就别上班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是越怕，越就鬼上门。听我的，你还是去，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。可是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。你是咋劝人碰上的？可轮到你。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，啥事也能干，就是没有主心骨。真要是大祸临头，我也敢对付。那你说，那三个小鬼子该不该杀？咋不该？该。好，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工，啊，跟平常一样，啥事也别怕。再说了，那三个人都死了，谁能知道是咱干的呢？对呀，他死无对证啊。对呀。强子病了？没有，我右眼有点跳。老弟，他没事儿。强哥，你咋才来啊？是啊，咋才来呀？来干啥去了？都不干活干啥呢？啊，这不等你呢吗？人到齐了没有？哎，都到齐了。就是啊，强哥，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。到齐了怎么不干活啊？啊，三个掌柜都还没起来呢。那就再等会儿吧。再等会儿啊！啊，好，再等会儿，再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吧，等会儿。华子，昨天又去赌了吗？没有，赌了，去赌了。你小子不说实话。哎，说啊，给我一只。赢了还是输了？就输了一点儿。哪是输了一点儿？去去去去去去吧！啊，还是输了。赶紧开工啊！我娘还让我给家里买米呢。你小子是想弄点钱去做赌资是不是？没有啊。哎呀，华子，啊，那个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？哎，强哥，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，我跟他们不熟，一旦太君不高兴了，那我可就惨了。强哥，还是你去吧。你哪那么多废话？陈三儿，哎，去去去，陪华子一块儿过去。那，走走走走走吧，走吧。大掌柜，三掌柜，二掌柜，大，哎，门开着呢。那，哎，你进去叫嘛。哦哦，走走走。杀人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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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咋回事？杀人了！咋回事？几个掌柜，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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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来啊！
大掌柜。王三，三掌柜，你王三，快给宪兵队打电话！等着，三掌柜，你等着，三掌柜没死，快救三掌柜呀！三掌柜没死啊！他没死，快救人呐！快救人呐！快呀！三掌柜。我要宪兵队！宪兵队！宪兵队！我是杨航啊！我们这儿出人命了！哎呀，快走吧！周围全部封锁，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。快！走，过去！快！快点！快点！慢点！太君，我，快点过去，过去，快点，快点，蹲下。冈村君，我要跟你说。我明白了。冈村队长，报告队长，除了两支短枪，贵重物品一点没少。知道了，队长，我看凶手一定与杨航的人有关，是不是把他们通通带走？二头，你得过来。太君。杨航的多少人？杨航干活的总共48人，共分4组，每组12人，一组组长叫陈顺。行了。二头，你别害怕，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。从今天起，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。好好的干活。
啥？三掌柜没死？哎呀，你说邪门不邪门？他昨天蒙着被子，我打了他三枪啊，竟然没把他打死。他奶奶的，他的命怎么这么大呀？哎呀！老黄，我今天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啊，前前后后的想了一个遍，你再替我好好想想，到底有啥破绽没有啊？他蒙着被子，捂着脑袋，屋里又那么黑，我估计啊，他根本就没看见你。哎，我觉着也没啥事儿。哎，你说，冈村今天不抓我不说，还让我代理大掌柜，这里面有啥说道？他都说啥了？他说，哦，他说让我把吓跑的弟兄们呢叫回来，接着给洋行干活，别的就没说啥了。没事儿，你想想看，他要是怀疑你，早就把你抓了。再说了，两个掌柜都死了，还有一个住在医院。洋行里的活那么多，又是鬼子的中转站，他不能停下来。不用你用谁呀？没事儿。不过，这咬人的狗不叫，往后多留点神。老黄，你这一说呀，我心里踏实了。哎，吃饭。我得把吓跑的弟兄们叫回来。我答应我冈村，要召集弟兄们明天干活呢。哎，拿点吃的。我走了。嗯，当心点啊。江哥，洋行现在啥情况啊？那会有啥情况啊？啊，还会有啥情况？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！洋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，我们可不敢去，说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。就是，就是，谁又不是你们杀的？你们怕啥呀？啊？不是还有我在吗？你是皇军的红人，我们哪能和你比呀？屁话！再问你们一句，明天上班不上班吧？啊？行，我话给你们撂着啊。明天要是不去上班，以后出了啥事儿，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们。哎，强哥，哎，强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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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走，别走嘛！哎，有啥事给大家说明白嘛？就是啊，强哥。我问你，人是你杀的吗？我没杀人。人是你们杀的吗？我们哪敢杀人呢？没杀你们跑啥呀？这是，你们这一跑，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。身正不怕影子斜嘛。谁心里没鬼的话，明天给我上班去啊。强哥，万一要出啥事儿咋办啊？就是呀，这要出什么事儿咋办？你说是，真不好办。就是，出了事情我担着。Thank you.
战之骏马，车战和铁。